等一等，打一等一等，呼朋引伴一下，又学一个小时，帮我找下，找下了，天哪，辛苦了。好，讲一下那个有关期末考。好，我们下礼拜三，哦，下礼拜二三，对，下礼拜三期末考，第三节期末考，就是我以为今天是礼拜三的那个礼拜三，对，好，礼拜三期末考，范围会是 L5 跟 L6 单字跟文法，没错，我只考单字跟文法，但是会有翻译题，就看第四点会有翻译题。翻译题我会从课本或者是讲义抽一两题啊，抽没有抽两三题，抽一题太少，一定是抽每一课各抽一题吧，每一课各抽一题吧，最少一题，最少各抽一题是两题，最多是各抽两题就是四题，因为你们可以开书考，因为没开书考，所以我觉得说实在，你们可以开书考的情况下，我应该要考难一点。我讲认真啊，你们可以开书考，对，我明文就规定了，你们可以开书考，但是第一，你们有考试有时间限制，就是我在那一节课考嘛，所以我那一节会开系统，那一节课一结束我就会关系统，所以你没交就是零分，OK，所以这是就是一样期末考，然后第二点就是有关那个作业啊，我有关作业，我非常在意的就是作业，就是你们作业该补交的要补，因为。不补的话啊，因为其实照以来，照你们各科老师讲认真的，应该只有我还是要考期末考，讲认真的啊，讲认真的还是只有我要考期末考。OK，我要考期末考目的是因为我希望正常来说，期末考等级的作业要非常难，是难到爆啊，或者是要非常复杂，可能你们要做好几题的题目。OK，其实是超，对，其实应该是要这样。可是我觉得，与其再一直丢作业给你们，还不如这种开书考试，我们就一次啊，一次来五六个来面对一下，说，哎，怎么样考？怎么开书考会是怎么？就是就算是开书考啦，就是讲白一点，我比较在意做那个什么考试考完，那可以占你主要成，你可以确定一下你到底会不会有没有过，你高低分啊，高低分，因为即便开书考，相信我也不会每个人都考100分，不会。不可能，不会。你们本班，我们班25个嘛，开书考了不起啊，了不起十个，我十个可能也有点多喽，十个可能也有点多，十个100，哦，了不起十个100，但是其实十个也蛮多的，其实通常一个班也不太可能会十个都100，说实在也有点难。好，所以对我还是决定要开书考，然后一样要考试，对，就这样，好。然后我们用 Google 表单考，所以每个人都要有 Google 账号。你们平常用 Meet 上课那个账号就可以了，只要用 Meet 上课的账号就可以了。好，基本上大致上就这样唠叨完了。所以第一，开书考；第二，选择题跟打字的这种翻译题都会有；第三，你应该考完就会知道成绩了。你考完啊，你就会知道成绩，因为我会用电脑改，电脑直接帮我会先 key 答案进去吧。啊，你送出那一刹那，你就知道你是多少分了。OK，所以非常刺激，但不用担心翻译题，我不确定，我应照 Google 的表单的尿性应该是全，你错一个字就会全错啊，错一个字就会全错。但是你们的翻译题，我还是会点进去一个一个看，会老样子啊，加减分给你们。所以你们分数如果到最后跟实际还要高。啊，那就知道是从啊翻单那个句子那边来的，就是从句子那边来的。因为我还是会看说，哎，你可能错的比例下去给分，因为 Google 表单不是一就是零，Google 表单很直男，全对或全错啊。我还是会看点进去看一下，给你们一加减分这样子。好，就这样，有关考试大致上就是这样。然后我们还是只有16师，所以还是大概10个人啊不上课是不是？没关系，肖老师，帮我看一下谁没来。老师，我发了东东才4个人已读没而关已。系，就帮我看说，你今天有在那个什么某一个什么中间下课之类有宣布吗？你有宣布跟大家说要补课吗？那我看看。就是我是脸书有发是没有错啊，可是我想问一下，你上课有没有有跟啊，大家说要那个？二有十个吗？人已读呢，有在赖没有？啊。好赖在赖呀、哦！哦赖，我还以好，为说直接课上面直接讲，反正都没有吧。没关系，反正没来的我还是会记，我就记这个答案给你们啦。反正为你什么会们有人？
明天也没，明天礼拜五，然后礼拜六日，你们有时一定有时间看。OK， 好，先登吧，先登。如何？还有人没进来吗？我们那边 quizzes 在脸书16分钟的这个，16分钟这个。OK， 电脑也就12个。哎呦，静怡，静有在吗？来偷看一下。Timing， who is timing？ 好，所以静怡知道上课没来啊，没关系，我等下再另，我们等下再另外看说谁没来。好，冠廷，为什么冠廷有两个？那你三个，好，没关系。好，所以如果还没登的，赶快登。好，其他人我们先开始哦。这次的范围会是五六课，然后总共十题，算是给你们五六课前的练习。然后等一下应该是讲义啊，讲义的那个阅读测验。你们可能有些人第五课忘了差不多了，有些人可能第五课真的忘了差不多，要去找回来，要去找回来。OK， 我们看到哦，所以结束了啊，所以刚好应该是一半，不错不错。所以还没登的赶快可以先登，刚进来的同学还没登可以去领事社团先登，做一下练习。这是有关你们下礼拜三啊期末考，算考前给你们练习。所以下礼拜还会有一场一样是这种考前练习的。对，我这拜会六日就会把考卷先出出来啊，先考卷出出来。对，大家加油，大家加油。然后我刚刚的那个简报啊，等下会截图放在我们脸书社团，所以就一样给大家看，给大家参考，给大家看，很重要。哦不，这一次太慢了。没有，还好还好，我有那个两倍那个的。对，说到两倍我就来气，抽两次都没有两倍，气死我。一个是消掉两个答案，一个是。答错有防护罩的，烂透，可怜，烂透了，五十岁，啊，悲伤。然后晚餐要吃什么？我有一个好像是那个吧。为什么是问我晚餐要吃什么？你晚餐就继续先，我每天都在考虑我早餐、午餐、晚餐。我晚上还要上课呢。然后我说你晚上还要上课。我们。两位小老师啊，真的是高手中的对决。然后陈军吃鱼一星，
来，幼龄秀逸，陈思雨小朋友，陈思雨小朋友辛苦了。啊，冠伟、冠玉，什么东西？暂停，没有看到你写开到好，好恐怖，辛苦了，辛苦了。然后伟伦、玉芬 ，OK， 好，应该差不多了，那我要先关了。今天玩的比较少，但我觉得里面听重听题目重点比较重要。OK， 哎，我们来看题目吧，一题一题来。老师，你没开到麦？我又没开到麦了吗？喂？对。麦克风，老师，麦克风，关别人麦克风、啊，不要乱关别人。又关谁？出来！等一下，我调一下。我要再关了，谁给我用手机的？给我站出来！那智障是不是啊？我觉得是我。OK， 有声音吗 ？Good， 有，好，奇怪，好，我怎么样 ？Show before 我什么？很短和很矮啊？以前 ，but now，but I'm tall now， 我现在很高 ，I'm tall now， 对，我现在很高，所以 ，but before 与前面事实相反 ，OK， 他讲到现在是 now。OK， 你要看到 before 是以前，所以以前很矮，现在很高，所以矮用的那个什么 be 动词是 was， 所以大家选猪。OK， 大家选猪，这应该是昨天讲到 be 动词，但是讲到 be 动词的时候，也有特别讲到这个那个表格，你现在是接着哪 be 动词，跟过去世界的 be 动词不一样，所以 be 动词做转换不是 were， 所以选 am 的也错。OK， 它有 before， 所以时间点。好，在 he 啊、，so 10 years， OK， 十年，他当然在讲十年以前嘛，所以 ten years ago， OK， 后面是 ago， 所以答案 A 跟 B 可以选，然后 before 就错了，因为如果我们讲 before 啊，我们是不会加啊时间点，我们是不会加时间点的，我们像刚刚那里一样就讲以前 ，OK， 如果什么什么以前会用 ago，OK，、okay, 所以 A 跟 B 在 he 那个什么。三单男生的他，所以我们选 was， 答案选 A 啊，就答案选第一个，选 A。OK， 这都很简单了。The weather last night， 然后 it was 怎么样 ？OK， 有两个说法嘛。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哦，它是 last night。What was the weather like last night？ 或者是 How was the weather last night？ 所以要么是 What is， 或者 How， 所以 OK， How was 去选。OK， 再来 it was 怎样 ？OK， it was 后面。要么名词，要么形容词，要么名词，要么形容词。唯一有 how was 的 ，OK， 这两个，所以答案选 A 啊 ，snowy， 昨天是下雪的，昨天它很多雪的 ，OK， 为什么不能选 C？OK，、okay, 因为它少量词，雪它是不可数嘛，雪是不可数名词嘛，所以 it was a lot of snow，it has a lot of snow，OK、okay.。它有很多雪会比较好，对，所以最好的答案是它是多雪的 ，It was snowy， 答案选 A。OK， 什么 seldom in Taiwan in winter？OK，、okay, 通常天气嘛 ，the weather 哦 ，the weather， 所以没有 the A 跟 B 前面就错了，所以 the weather 另外一个写法是 it 啊 ，it seldom 什么 in Taiwan is snow？OK，it seldom。Snows, OK， 摆在频率副词后面是一般动词，摆在频率副词前面是 be 动词 ，OK， 所以 snow 加 s 这 c OK snowy， 我们通常会讲 it is seldom 使用 snowy， 我们前面是形容词嘛，形容词一定要有 be 动词，任何句子都要主词加动词，要么是 be 动词，要么是一般动词。OK， 要么是 is am I was were， 要么就是哦 snow rain run 吃喝拉撒 ，OK sleep eating sleep eat， 哦、oh, something like that， 就一般动词，一般你正在当下做的这些动作，这些动词，所以
没有 be 动词，所以形容词的这个不能选，所以答案最好答案选猪，那就要选猪。A 应该要有定冠词。我们讲天气如何会讲 the weather， 不会直接讲 weather， 不会直接讲 weather。OK， 所以我们 A 跟 B 啊，句法上少了定冠词，所以都不能选。赛第五课的问频率。OK， 问频率我们怎么问 ？How often do you go to school？ How often do you walk to school？ 或 go to school？ 所以答案选 C。对 ，How often 有多长？频率有多长？长长的长。OK， I'm so I 什么 hungry in the afternoon and my mom always prepare snacks for me。OK， 我通常都会饿肚子。对，我通常都会饿肚子，所以 never 从来都没有，永不。如果你不会饿肚子，你妈就不用准备点心给你了。照常理来说 ，OK。如果你不会饿肚子，你妈就不用准备了。所以 never 有 never 开头，从不开头都错。对 ，often 怎么摆是对的？看很多人 OK 都摆对。I'm be 动词的后面 ，I'm over， I often， so I often hungry in the afternoon， and my mom always prepares snacks， some snacks for me。所以答案选猪，你们觉得很熟悉？你会发现，其实频率副词这几题，你们以前都做过。我就拿你们以前的，然后去唤醒一下你们的记忆，再来。所以刚刚那题，刚刚这题也就大概五成、五六成的人都对 ，OK， 五六成人都对。好，代表你们记忆还在，还在，没有到很模糊。OK， 再来。Do you usually eat noodles for lunch？ 你有常常啊午餐的时候吃面吗 ？No， I。OK， 看来你们否定的忘记了。OK， 否定忘记。否定有两个，第一个叫 seldom， 第二个叫 never。Seldom and never， OK， 他们本身要否定的意思，所以他们本身如果否定的话，如果你要表达说、哦、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我从不，不用加 don't， O N T， 就不用加 don't， 它本来就是它本来 seldom 跟 never 这个词就有 not 的意思，所以它不用加 don't， 所以 C 跟 D 有加 don't 的都先不要选 ，OK， 那 A 跟 B 怎么摆嘛，怎么摆是对的 ，OK。在简答的时候，一律摆在助动词的前面。在简答 ，No, I don't。我们以前会说 No, I don't。这种简答，短短的这种简答，一律摆在它的前面，一律摆在它的前面。你试想 ，OK？ 你试想，我们以前有讲过 ，OK？ 摆在助动词跟 be 动词的中间，哦，在助动词跟一般动词的中间吗 ？OK， 一样，它还是摆在。把这个当成一般动词，表示把这个当作、哦、eat noodle eat 这件事情，把它当作一般动词的话，一样哎 ，be 动把一般动词一样是前面啊，把一般动词一样是前面啊，所以记住，永远啊永远在简答的时候把它摆在助动词或者是所谓动词的前面，动词的前面简答、哦、动词的前面，因为简答出现动词就那些啊 can。Do, may, should 之类的 ，should, should I, may I 那种助动词，所以一律摆在它前面 ，OK， 所以答案选 B 是对的，要摆对，要摆对。再来啊，这就是考你那个摆在一般动词前面还是后面 ，OK。Terry 什么 ？Play basketball with friends on weekends，OK、okay.。Terry 常常 ，OK， 这个句子要么否定，要么肯定，我们看一下是肯定还是否定。OK， 如果 OK sometime place 如果是要摆在句子里面，第一 be 动词嘛，不是吧？第一三单嘛，加 s OK， 三单都加 s 啊，这个就啊这个也有加 OK。第二摆对，摆在一般动词前面，所以 A 是对的。Never play， 所以这个也摆错，这个其实也摆错，就是我摆到前面也对。OK， 为什么这个不能选？老师，你不是说就是摆在两个中间吗？OK， 为什么错？因为 seldom 本身 ，seldom 本身就是否定的意味，它本身就否定的意思，所以不用加 any 撇 t， 不用加 not， 不用加 not， OK， 不用加 not。So， 如果你想要，如果不用加 not， 如果你想要强调的话，甚至你 does，OK，Terry、okay, does seldom play basketball with his friend on weekend。OK。其实这种句子
口语上来说真的有人这样讲，但是文法上来说我们会说 OK， 你既然要用否定，然后你不用 not 啊，不用 doesn't 的话，这个可以直接省略，然后变成 seldom praise 嘛，哦 seldom praise 嘛 ，OK， 但 OK 口语上，但是额外的口语上确实有人会这样做，但我们期末考不会出现，我期末考不会出现这种题目，我不会出现这种那么机车的题目，让人就说哎，到底 does 为什么不能删掉这些，不会那么机车，因为我觉得以目前来说，我们就是学会 OK 第一摆在 be 动词的后面，摆在一般动词的前面。然后如果有助动词跟一般动词，啊，夹在他们中间这样子，一般动词的后面，哎，一般动词的后面哦，一般动词的前面 ，be 动词的后面，我一直打结，可恶，一直打结 ，be 动词后面，一般动词的前面，然后助动词一般动词中间，夹心饼干的一样 ，OK， 摆法就是那样 ，OK， 再来我们讲频率，有几种频率嘛 ，OK，I visit my parents，OK，once。Once 是指一次嘛 ，twice 是指两次，剩下就是 three times, four times, something like that. OK， 几次先讲次后讲时间，先次后时间，所以 once a month 是指一个月一次。我们刚刚倒过来翻译，一个月一次。对 ，one month month 是少一个 a month 少一个几多少时间一次这样子。Once a time 通常 time 这里是指次数 ，once a time 是指一次间一次吧，也很怪，所以答案选 C。Once a month， 对，这也要唤醒一下哦。怎么样表达几次？多久时间一次？多久时间两次？那、啊、这个要回去看一下。Once 是指一次。Okay, Mike always gets out early at 5 a.m. Okay, he 什么 late for school? Okay, 还记得吗？我这题还有改过。几点起床，所以他肯定会迟到。OK， 这种题目 ，So 摆对的话就是 he 表述 ，OK，be 动词加 late 加 for 是那个迟到嘛 ？Is late for school 是迟到，对 ，He is never 他从来都没有迟到，所以摆在 be 动词的后面 ，is never late for school， 所以答案选 B 啊，答案选 B 是对的。OK， 这个讲完了，然后我要来公布期末考 ，OK。刚刚前面我发现现在人比较多，好，就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下礼拜三会考试，范围 L5 L6， 然后可以开书考，打在那个上面，然后之前作业还没，老师，你声音断断续续的，真的吗？网络还好吗？你网络还好吗，老师？我网络很好。又断掉了，没声音了，看起来一点也不好的感觉。有声音吗？没声音吗？现在有，断断续续的。今天还 gay， 然后又没了。那网络是好的啊。然后你看一下你的右下角麦克风。右下角麦克风。右下角有一个麦克风。啊，好，等我一下哦，我换。喂。啊，有可能是麦克风不好。好。再继续，因为是麦克风问题。OK，Anyway， 考试对，就是照上面写的。而且我们要 Google 表单，所以每个人我非常建议一件事情：当天考试用电脑考，有电脑的尽量用电脑考，因为你要作答，你要做那些用手机考会不方便，会真的会不方便。OK， 所以。一样可以用手机考啊，当然 Google 表单现在手机也不是问题了，但就是尽量啦 啊用电脑考会比较方便。好，昨天的讲义4647帮我拿出来。OK， 答4647阅读测验的答案啊 ，C 注 A 前三题，五题嘛，我借我书给你们嘛。对，阅读测验 C 注 A。然后45 B 珠 ，C 珠 A B 珠 ，C 珠 A B 珠。我现在声音有比较正常吗？有断在跟我说，会断在跟我说。对，会断在跟我说，可能是麦克风的问题。好 ，C 珠 A B 珠，有问题的吗？第三，再来。
啊，还有其他吗？还有其他吗？我想说一次讲三，然后嘞，五三五 ，OK， 再来。三个我而已吗 ？OK， 好，那我就好，先从三五啦，三五讲了。OK， what which is true？ 哪一个描述是对的 ？True， 对的。OK， 所以 OK， 所以这 weekend was great， Carol was 好啊，我们回去看吧，看题目。OK， how Stuart，Hi Stuart，How Stuart，Where were you last weekend？Oh， I was on Young's camp， OK， 青年营。 It was great. My best friend was there too, and we were in the same team. OK， 我们在同一个团队。我们去那个营队嘛，营队都会分一小组一小组，我们在同一个小队这样子。Were there any tennis courts？ 那有 tennis， 桌球场哦 ，tennis courts， 桌球场吗 ？No， they weren't， 那也没有哦，那也没有。But they were 那里有 three basketball courts 三个篮球场 ，two soccer field 两个足球场。What about you? How was your weekend? 啊、哦，你的周末过得怎么样？然后凯若说 ，Oh, wonderful， 很棒。I was at my grandpa's 哦，爷爷家在花莲。It was a beautiful place and the weather was so nice.It was warm and sunny. I really enjoyed my weekend. 他描述天气 warm 温暖的 sunny 晴天 enjoy 享受，所以我非常享受我的周末。Wait, what is true? A Stuart's weekend was great. 他说他的周末不错，这个目前看起来是对的，因为他说他去参加青年营嘛，他玩得很开心嘛。OK.Carol was his friend classmate last weekend. classmate. 他有跟他同学在一起吗？好像也没有吧。他是去他阿公家。Carol 是去阿公家的那个。然后 ST 开头的那个是去青年营。OK. They weren't any soccer field at Young's camp. No, 他有哦。Two soccer field. OK. Two soccer field. And then Stu and his friend were in a different team.Different it means 不同的，但他们实际上是在同队哦。OK， and we were in the same 相同的 ，different 不同 ，same 相同的，所以答案选 A， 最好答案选 A。OK， what was the weather like？ OK， 天气如何 ？In 花莲 last weekend？ 哎，上礼拜花莲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啊 ？OK， a lot of rain， 有下雨吗？没有吧？他最后有说 ，it was warm and sunny。好 ，It was warm and sunny。我们找一下 warm and sunny。So it was warm and sunny。OK， 是不是解名词解释一下其他的 ？OK， it was rainy and cold。Rainy 雨天 ，cold 寒冷的。There was a lot of rain。OK， 这是另外一个说法。那边有很多雨，所以花莲有雨吗？哎，好像也没有哦。There was a lot of snow。那有很多雪吗？哎，好像也没有。所以答案选 C， 晴天。OK， 有问题的啊，再来可以再试一下问我。帮我们看一下，不然我看一下一二，第一题还好，第二题也还好，第四 wonderful。OK， what does wonderful mean？ 这个也可以看一下 ，wonderful 是什么意思？很美好嘛 ，wonderful 是很美好、很棒。Dirty， no， great， 很棒的，基本上 OK 可以描述了，可以描述。OK， rich 有钱的。也不太对 ，clean 干净的、整洁的也不对，所以最好的答案选 B。虽然 wonderful 跟 great 的 level 还是有差，可这四个选项来说，最接近是 great， 所以答案选 B。OK， 好，我们单字讲完了嘛，所以这就要进课文，这就进课文嘛，课文讲一讲。又来了，好，等一下。下我先把它拉旁边。OK， 往下。OK， 哎，同音有看到吗？有看到我的课本吗？看得到。好 ，OK，Good，、okay, 好。Today
Where were you yesterday? 第一个 Where were you? 看标题 Where were you yesterday? 你昨天在哪 ？OK， 我们这次大家应该都知道了，过去式跟有关季节跟天气，所以 season it means 季节。We are four seasons in Taiwan and weather 天气。So we are spring. OK, spring 春天。OK, 春天最常出现就是大会下雨，会下雨。OK, 因为花草树木盛开的季节。OK, 我们需要一点天然的雨分，天然的水。OK, 雨。The year is raining and rain. Rain 一名雨 ，rain 一名多雨的雨天。OK, raining. Summer, sunny and sun. OK,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看这些单字的时候 ，sun S U M M E 啊，那 sunny S U 都是 S U 开头的，甚至 sun 加 N Y 嘛，我曾经跟你讲过，有些名词加 Y 变形容词。OK, 请你们看这些单字，有些是连贯的。OK。背单字的时候不用那么笨，一个一个感觉都是新的，没有，其实它都是有连贯的，找到它的规则，找到它的规则。And next is autumn and fall. Autumn 英式说法的秋天 ，autumn。在 fall 是美式说法说秋天，说 fall。OK, next cloudy, 多云的，云很多 ，cloudy day。云 cloud, C L O U D cloud, 单字应该有讲过。Windy, 啊，那个多风的，风很大。有风的，所以会凉的。OK，wind，wind 是指风，名词风。Next is winter 啊 ，winter 通常我们台湾算台湾不会下雪啊，台湾比较常应该是下雨，天气不好，北部会下雨哦。这跟台湾的那个经纬度，那个跟地理方面啊，地理位置方面有关啊。So next winter 哦，正常来说冬天应该会下雪 ，snowy。或 snow 只是雪，所以多雪的。OK, so next 我们看一下上面，课本看到最上面。OK, 第一个看到撑雨伞。OK, so it is rainy, 加形容词 is rainy day 或 is rainy. OK, 戴太阳眼镜啊，看到这很可爱，戴太阳眼镜。So it is sunny, S U N N Y, sunny, it is sunny. So next.我们看到，好像在玩雪橇啊 ，winter activity， 那个冬天的一些运动，所以 snowy 啊 ，snowy。再来，最后，可以放风筝，你们有放过风筝吗？有放过风筝的，帮我举手，我看一下哪些人放过风筝，曾经出去外面放过风筝的，现在应该很早哇，思雨一心有哇，七七零也有 ，good， 哇、哦，好好哦，六零也有，超好的，冠廷也有。所以冠玉有吗？冠玉有。其实你可以说说看，你上次放风筝在哪里放吗？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风筝节，然后很多人在那边放风筝。哦，然后我放，他就会走。真的很好哎，因为说实在的，我好像我有印象，大概幼稚园的时候，我爸有带我去放过风筝，但现在这。有意识有记忆以来，就是比较浓记忆啊，没有放过风筝。我都不记得上一次放风筝什么时候，甚至只会讲到应该是幼稚园那时候。很好哎、欸，真的是放风筝。说、哦、风筝啊、哦，最重要的是什么？风嘛，风够大，所以 is windy 啊、哦、，is windy。你要风够大，你风筝才飞得上去嘛。对，风筝才飞得上去，所以 is windy。OK， next 我们来讲课文。哇、哦，好好啊！你们放过风筝，太好了吧。哦、oh, ，too big, that's too big. Okay, so at Paul house, 在 Paul 的家 ，Uncle Paul and 有没有 Anne 跟 Paul 这样的主角？第二 ，Uncle Paul, where were you home last night? 哇 ，were you home last night? 不是 where you home last night? Okay, were you?OK， 你昨晚是有没有在家 ？OK， last night， 昨晚就问你昨晚有没有在家 ？Were you home last night？ Paul 说 No， I was in 高雄。OK， 高雄，高雄是指高雄。有去过高雄的，大家可以首先放假。有去过高雄的举手，我看一下，看一下多少有去过我们南霸天高雄的。如果我没有记错，小学。应该会去小学的必点应该是去过的看一下一心、啊、小老师一分心灵对两位小老师代理小老师也去过哦
所以等下，国小小六毕业典礼的去的吗？你们可以跟开开麦跟我讲，你们是什么时候去？毕业典礼是去毕业旅行，不是毕业典礼，毕业旅行。毕业旅行去，我们会计国小跟快乐国小去的地方一样。到会计国小快乐的。哦，你们是一样，快乐国小的那一种。去的，我是自己家人去。Uh-huh. 快乐有去过高雄哦？啊，没有啊，你自己去的没？哦，吓死我！我以为快乐有去高雄，都不知道。我知道有个国小好像毕旅有去过高雄，啊，私立的。哦，私立的，可能就是比较有，那、哦、那个学校可能比较有钱啊。那是一个国小毕业旅，毕业典礼，国小毕业典礼去哪里？穷，然后什么都没有。六福去那会计，会计国小毕业典礼日月潭，六福潭，九族文化村，九族南投去九族，来再来。我毕旅坐高铁，快乐一样，快乐跟会计差不多，一模一样。只是日月潭，日月潭 OK， 再来大。哦，有，我们有去夜市，我们去夜市的。大业，大业去哪里？大业的毕业旅行，高雄左右。大业很好哎，大业两天一，哎不，三天两夜，两天。也是我们快大业三天两夜啊，是没钱到的一个极致。嗯，大有大有，大业大有，有没有派代表跟我说一下你们毕业旅行去哪？毕业旅行去哪？恐怖的人住民饭店。去会计快乐去差不多，去日月潭。怎么会去日月潭？我以前毕业旅去，就是学校很穷啊。有穷到那样吗？好，反正所以去高雄的人看起来不多啦，看起来不多。有机会去高雄的一定要去一下。高雄是一个我个人觉得也蛮好玩的地方，蛮有趣的地方。OK， 那我上了 trip， 我在旅行 ，with my friend， 所以臭叔叔跑去跟人家啊去高雄玩啦。How was the trip？ 我是一方。OK，How 是指如何吗？谁啦？很吵哎、欸。关羽。我关麦。好，大家 OK， 好，所以 How was the trip？ 那个旅途如何 ？How？ 那个粉丝，旅途如何？旅途怎么样 ？Was it fun？ 好玩吗 ？Was it fun？ 好玩吗？哦 ，Paul 说，哦 ，it was great 啊，他很棒啊，所以旅途还不错，很好玩。So how was the weather there？ 哦 ，How was the weather there？ 那边的天气状况是如何？这是过去嘛？叔叔已经回来了，那还是过去发生的事。OK, it was warm and sunny. Kaohsiung is a great city and Love River is beautiful. OK, Love River, 大家看这张图。Kaohsiung最有名曾经被骂到臭头的一条河叫做爱河。OK, 现在我今年年初去年底有去过一趟高雄。对，我是去一趟高雄，在三级之前我去过高雄。确实啊，现在的高雄的爱河，最有名叫爱河，很干净啊。以前在你们，我都不确定你们出生了没。OK， 在我国小国中那个时候，你们可能还没出生哦，你们可能还在游泳。OK， 你们还在游泳。那个时候爱河超级脏、超级乱，而且甚至会被说有恶臭，那个水脏到是有味道的，所以大家都不喜欢爱河。So isn't the river the isn't the river dirty? OK, isn't 用否定开头。OK, 不是哎，河不是很脏吗？这个河啊、the Love River is not dirty. OK, 就是爱河是不是很脏吗 ？OK, 破主说 no。OK, 所以看到以后看到那种 isn't 回答，你可以把它盖住，事实上你把它盖住。OK, 有脏就写 yes。没有脏就说 no， OK， 所以就是这个开头只是加重他想问的问题的那个问的问题的口语，就说哎，他不是很脏吗？ OK， 你正常来说 OK， 他不是很脏啊，他如果脏，你会说对啊，他很脏 ，Yes， it's still dirty 啊，他没有很脏 ，No， 啊 ，he wasn't， OK， 所以 Paul 说 no， he was dirty before， OK， 他以前是很脏 ，but now， 但是现在 ，but now。与现在是相反啊 ，You can even see a fish in the water. OK， 你现在甚至可以在水里面看到有鱼啊在游泳，真的，这是真的，我有看到啊，这是真的。
讲认真，这些真，这些金哎，而且还有人那边沿岸会钓鱼，可能是假鱼，真的有人会在沿岸钓鱼，像这几年，这几年因为南崁溪水比较少，所以比较少，你以前其实南崁溪也是有人在那边钓鱼，你可以在春日路那个桥看到有人在那个大桥的旁边两侧那边垂钓，哦，这是真的啊，早些年在，我看过，我看过，哦 ，Last Square， 我家在那边而已，啊，好。这页哦，好，我先继续讲好了。OK， 下一页。Many years ago， 很多年以前 ，many years ago， there were factories along the river。OK， 很多工厂沿着河流 ，along the river， 沿着什么嘛 ？OK， along the river， 沿着河岸有很那边有很多的 factory 工厂。And the air wasn't clean then。OK， 当时的空气啊就很差。OK。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吧，就是工厂有工厂的地方空气一定不会好到哪里去、啊、有工厂的地方空气肯定不会好，因为第一工厂会排废水会排废气 okay, 会排废水会废气，所以正常来说空气品质一定不会不一定会很差 okay, 如果你们地理我不确定地理上到了没，会以前很多重工业都是从高雄都是高雄一带高雄地区在城的，然后一直在往上往上发展，在台中，台中也是很多、哦、工业，至今高雄也很多重工业啊，像前阵子还记得某个礼拜以前，在两三个礼拜前我们不是停电，好像也是高雄的，对，好像也是台中的，那个是那个电厂在高雄，那个电厂连续大概不到四天停了第二次，我们桃园好像都没有停到啊，那时候我在做。做国际交易有去研究 ，OK， 那两个电厂其实一个叫广达嘛，都在高雄，那两个都在高雄，那两个电厂都是在高雄，所以其实至今高雄还是有很多重工业站 ，OK， 供应给台湾、世界、台湾各地 ，OK， 40分了 ，OK， 我今天上到 Along the River， 然后往下就是下礼拜，下礼拜上完，然后会带你们做这个，做一做。之后你们礼拜三、啊、就是期末考、哦、礼拜三就是期末考，所以我礼拜三一样会准备今天类似 quiz 的题目 OK， 相信我做是有差的、啊、有做有差，真的有做有差，再来，所以如果你平常、啊、都懒得做，拜托一定要做，然后右旋帮我看一下今天有谁没来，最后一分钟帮我看说、啊、最后有谁没来，我可以看到看到谁，一心，然后小老师、心灵、思雨、陈思雨啊、伟文之一小老师、冠伟、啊、好像说过了那个还叫啥？三十五没有来，三十五还没来。三十五没来，好，静怡来了，玉芬、新泉、嘉佑、嗨，这个是嗨，这个嗨，嗨是那个郑博仁，郑博仁，嗨博仁，哦好哦，思雨啊，陈伟、陈君。Timing 是谁？李玉佑啊，李玉佑吗？就知道就是会，完全跟玉佑这两个字没有什么关联呐、啊。好，好，再你再帮我最后点一下，说看谁没来。你发现。好，然后如果 OK， 这一拜五六日我会开始出要给你们题目 ，OK， 我会用第三节整节课拿来考，所以你就知道题目一定不会太多，一定不会太少，题目一定会是多的，题目会是多的。然后又鉴于可以给你们开出考，所以我题目会出可能会有点难，一点点难啦、啊，一点点而已，不会啦，我不再出，我不会难到怎么样 ，OK， 就这那么简单。点点好，右旋看的怎么样？大概不太难，他们会真的不太难，所以有问题的这个周末五六日，欢迎拿着题目拍给我，私讯我问我，然后我等一下会去传讲义的答案。OK， 讲义的答案，我们这一拜还要出功课吗？不要。那你们这一拜就好好的复习看，自己准备，自己看一下哪里不会的，就是对讲义建议讲义多看，建议讲义一定要多看五六课、哦、五六课，我就不出作业啊，你们就好好自己去。我知道虽然其他课也会逼着你们要写作业，但是你们单字跟那个啊，我讲到单字。第六课单字表应该可以拍给我了吧？好哦，对，那就第六课、好好，这一拜就第六课单字表该拍给我的拍给我
我刚拍给我，拍给我，就是写说，哎，要到哪写到哪，应该不多啊，问题不大。好，六群点完了吗？六群呢？不知道。啊？你刚刚不是讲点名？点名点如何？黄人员啊？啊，就叫黄人员吗？对 ，yes。还有其他人吧？还有其他人？还有其他人没来吧？啊，你吗？还有吧？出席者只有20位。对啊，就20个、欸。还有至少还有思敏有请假嘛？等一下，我算数发生什么问题了？应该还有3个吧？林博森没来。看一下，林博森没出现哦。哦，对他没出现。你拖时间就是为了要你点名你，傻傻。博森。还有呢？NBC， 陈嘉有来，谢霆锋要来，谢霆锋在哪里？谢霆锋没有来，然后文子琪也